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春季是兰花发芽的好季节，但是往往施肥方法不对，新芽不健壮不说，反而瘦小或者枯萎。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说一说施肥的注意事项。一，如果是刚换花盆不久，新根不长满不浮盆不施肥，由于兰花栽种时抵抗力往往会减弱，因此不要使用底肥，在浮盆期内不用施肥。二，兰株不健，花芽不饱满不施肥，如果兰花发育不正常，出新芽，叶片无光泽，此时只能向叶片喷施肥料。三，用肥最好是使用自己熬制的有机肥，比如说用柳树枝浸泡的柳树枝水，这样非常有利于新芽的生长，不会产生肥害，而且营养比较均衡。施肥基本原则就是薄肥多施，叶面肥为主。四，把握不施肥的时间，当温度过高或者过低时不要施肥，恶劣天气时不要施肥，中午时间不要施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养兰花知识，请点击关注及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